好选择咱啥也咱爱，电话彼边是你久久的无奈，若是会当选择希望搁重来，友情甲爱情拢袂受伤害，伊的伤悲已经等伫身边，也是满心悲哀，想要家己离开，重新行一摆，两人的世界无我存在，是我不应该把伊伫阮心内，只有时间予咱三心两意。最凄的平静所在，是我不应该把伊伫阮心内，当作是阮带伊做心一款爱昧，就无来受着伊是你的三心两意，黄登辉，像刚刚讲的是他的心情吗？你这个我很煎熬啊，什么煎熬？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很多人喜欢我啊，然后我就，然后因为我又怕拒绝别人，别人会很伤心，对，所以有几个就是我们一群朋友里面，我都保持好朋友的状态。所以刚刚的剧情就是这样。对对对，我们一群人出去玩，然后我们都是好朋友，但是有一个人特别喜欢我，嗯，但是他的好。特别喜欢我那一个人的女生的好朋友也喜欢你，其实是我比较喜欢的哦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有一点暧昧，结果在一次的那个我们在外面玩那个所谓的真心话大冒险，就抽刚才抽那个就是现场有你喜欢的人嘛，然后我先抽到啊，我不想被大冒险，我就说有，然后喜欢我那个就很爽，然后他就以为是他，结果抽到不是喜欢我那个，是我偷偷喜欢那一个。你喜欢的人有在现场吗？就他当场承认有的时候就很尴尬，奇怪，哎，为什么他也会有喜欢的人在现场？可以不用喜欢别的男生，刚刚有那别的男生、别的男生长跟猪头一样、所以你是这样判断两个都喜欢你哦？没有，就后来就是有我有跟那个先喜欢我那个人的好朋友在一起啊，就后来他就蛮难过的这样。哦，所以你黄登辉有万人迷的时候啊，对，不要小看他啊，当然是。